看到有东西往下掉啊，石头往下掉，是上面的东西都是往下掉啊，因为地球重力的存在，重力的存在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啊，如果一直重力的存在的话，有的肌肉啊，就疲劳性的损伤了，疲劳性的损伤，疲劳性的损伤一个，有的就失去功能了啊，失去功能，失去功能了以后就没有那个弹性了啊，没有恢复，恢复回去的功能，一般的是比较隐性，人家没有发现啊，现在也把那些麻木掉的，有坏掉功能的或者迟钝的怎么办呢？通电啊。用脉冲电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，用脉冲电结合起来，结合起来以后，那边的肌肉，就会，健壮起来，健壮起来以后就会有能力，就往下掉啊，就不会，往下掉了啊，原来，这个要去做，自己自发做啊，也不用等啊，等的话也等不到什么结果。啊，也没人来，审批通过这个事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